界不遥远，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。确保在接近死亡时，不要升起强烈的贪心或嗔念，因为那会对你的来世产生不良影响。如果你这一生累积了许多不善业，在生命接近结束时，对于自己所造的恶业升起强烈的忏悔之心就非常重要，那会使你的来世更有可能过较好的生活。像人体这种物质的东西，得依赖各种不同的因缘而存在，也就是说，必须存在与自身同类型的相续因。身体的物质是从父母受精卵所提供的物质而衍生的，而这些物质也是从父母的父母身上得到的。同样，你的意识得依赖自己的因缘而存在，也就是说，你具有认知能力的光明心识相续因，是从前世而来的。而且相同父母的手足在性情上会有很多不同，前世的习气似乎很可能在今生产生影响。对前世生命的准确回忆，就能肯定前世的存在。只要有一个人对前世的记忆是正确的，就表示前世是存在的，不管我们自己记不记得。转世轮回没有起点，就如一间房子是由建屋者所建造的，整个世界的环境是由住在其中的众生之业力而形成，从一段经过很长时间的
前世业力而来。反省我们行动及其果报的因果关系，了解其意涵。想想在悲惨处境中受苦的生命，包含动物所过的生活，想象一下你自己也处于类似状况中，这种体悟的力量会鼓励你不做导致转世到三恶道的行为。避免做下列十不善业：一、生三不善业，杀生、偷盗和邪淫；二、与四不善业，说谎、两舌、恶口和绮语；三、亦三不善业，贪心、嗔念和邪见。以为人与事物有自信的错误观念，会引发更多错误思考。这些错误思想会产生贪心、嗔念、敌意、嫉妒、好斗和懒惰等有害情绪。这些烦恼会污染情绪而产生业力。这些业力在心中留下习气痕迹，导致在痛苦的轮回中不断出生、死亡。因此，无明是轮回的根本。这里所谓的无明，不只意味缺乏了解现象真正存在状况的知识而已，且是一种主动的误解。把人与事物视为完全依自身而独立自主的存在，经由了解所有现象都依赖其他现象而生的证悟，无明可以根除。如果现象真的如其显现那样存在，也就是只靠自己就能存在，那么完全不可能依其他因素而存在了。
但从你个人的经验中就知道，事物存在的方式真的是相依相待缘起的。经由这种逻辑推理，你就会了解，人或事物只靠自己存在，是一种错误的夸大状态。现象并非如其显现的那样。当你开始觉察，以为某人本来极好或极快的偏见会引申贪嗔之心，此时建筑在那个夸大之上的情绪就会开始消退。我们因为看到自己犯错，所以打消了那些念头。好坏，喜欢或不喜欢，这些不同的感觉真的存在，但只是贪嗔心所见的特质，并非那种具体实有的存在。一旦你了解贪嗔之心是错误心态，而作为其根源的无明观念，认为现象独立存在的观念也同样是错的，你就可以了解，缘起空性的智慧，根据的是正确的认知。当你能不断培养上述正见，正悟就会越来越强。由于这个正见正确无误，你会了解觉悟成佛是可能的。你会发现，在自己的经验中，经由反思缘起性空所得到的深入见解，对处理日常生活事物会有帮助，可发展成对空性的无误了解及直接体认。十一，甚至只以有限的正量体验，你就能确定有正量上师的存在，他提供我们正量注释，以了解佛陀教法的正量经典。基于这四种正量，你就可以升起坚定信念，在身心的深度与广度上皆达完美的佛境界。透过反思缘起性空的真理，你就能了解，经由
如法修行，可以止息烦恼。那些已能止息痛苦及有修道经验的修行者，就是僧伽的成员。把这个修行过程发展到最完美状态的人，就是佛。当你清楚了解此事，你就会明了皈依佛法僧三宝的合理性所在。以你自己的处境为例，你要深思这个事实。虽然遍满虚空的所有众生都想离苦得乐，但他们都还受制于烦恼。为了帮助他们，你要证得如佛陀一样的真正的皈依处。佛陀是我们皈依的教师，而僧伽是帮助你得到真正皈依的修行者。所有的快乐，无论大小，都是从善行而生。所有的痛苦，无论大小，都是从恶行而生。纵然只是一个小动作，也会带来巨大的后果。生三恶业，是杀生、偷盗和邪淫；与四恶业，是说谎、两舌、恶口和绮语。以三恶业是贪心、嗔念和邪见。在生三恶业中，杀生的业报比偷盗更严重，偷盗又比邪淫更严重。在语四中，说谎的业报比两舌严重，两舌比恶口严重，恶口又比绮语严重。在意三恶业中，邪见的业报比嗔念严重，嗔念又比贪心严重。对于相反的十善业而言，
像不杀生等，其业报程度的顺序也一样。影响善恶业报严重程度的因素有哪些？动机的强度、习惯性行为，这些行动对社会是有害还是有益？以及一生中对这些行动的热心程度。业报严重的程度，也跟这些行动是如何完成的有关。业报可分成四种不同的面向，影响到来世全新的生活的一手果。在经验上遭遇和所作因相似的经验果，在实际生活上和所作因相似的效应果，以及在外在周遭环境上和所作因相似的环境果。虽然生而为人或神，可以感得快乐人天善道，是善业的一手果，但引发某一种特定生活内容的业，可能是善业，也可能是恶业。在各种业之间，最重的会最先成熟。接着是在死亡时所显现的业先成熟。再来是你习惯行动的业。而在那些习惯中，最早养成的习惯会先成熟。如果以下列方式造作不善业，果报在念生就会开始成熟。对自己的身体、资财、生命有过多的贪爱心，对他人有强烈的恶意，对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有敌意，以及对佛法僧三宝皈依处有强烈的憎恨心。
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，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药师法会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，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，12到13日，恭送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，14日礼拜药师宝忏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-831-1673，03-831-1673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恶行成10亿倍。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30系列超度法会，护生暨蒙山施食，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11月19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高雄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07-221-232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。烦恼是指一切能污染易扰乱有情身心的精神作用，经典中运用许多譬喻来将烦恼的形象具体化，例如烦恼能牵制众生，令不得处理生死，因此《杂含经》中以恶为喻。烦恼如洪水，能令善品流失，因此在《大宝积经》中又称为瀑流。众生的烦恼叫落烦恼，有如茂密的森林，所以《方广大庄严经》中以愁林譬喻。潜在的烦恼随逐众生绵浮在深层的意识里，以及细微的活动状态，在不知不觉中扰乱众生身心，所以《佛说宝语经》中又称随眠。产生烦恼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贪嗔痴三毒缠缚众生，无法处理生死，因此《波尼环经》中又称烦恼为结，无数的心结缠绕就是使人痛苦的根源。释迦牟尼佛是现在烦恼迭起的娑婆世间，以为众生断除烦恼导涅槃路为其宏愿，如开敷莲花般交扣在佛陀胸前的手印说法印，有若一个姐姐的手势，便表法着佛陀以坚定的弘誓和柔软的善方便，为众生解开心中缠缚解锁的无尽悲心。